大家我们大家好，我是吴亚，你去那边啦。好了，我们来到三创。好像怎样？哈哈哈哈哈！好可爱哦，还有这只，喵喵喵喵喵。对啊，看他这家卖，看他卖什么商品。我怕人家，哦，就是这个啊，可爱。小老虎的那些是公仔，这些是公仔，对，都是公仔，对不对？公仔是被钉在那边。对，好大的，很多哎，你看。对。哦。电子炮。对。而且它上面有写，你看。欢迎摄影，请勿触摸。哦，都很可爱耶！不要碰哦，不能碰。对。这是什么？那只应该……哎，那只是什么？对。知道的朋友可以在底下留言。哈哈。那这很适合妈妈，这件很适合放鱼缸耶。鱼缸啊。它放在鱼缸里面，你不觉得很疗愈吗？嗯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什么啊？他没看到很开心，对不对？买醉人生啊，这一组才是我们适合的。我看，这边就是抱枕。一个230，现在就是你不知道，它这个是，狗狗啊，对，很多狗狗啊，走上去吧，对，现在公仔都很贵，好不好？你以为现在公仔很便宜？没有，它那个就是很像，就是我们投50-60块的那个扭蛋的那个感觉。但是你可以指定你要买你要的东西，而不需要说就是花50-60块扭不到你要的东西这样。可是它230，我可以投4个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对公仔没有这种就是。收藏的那种心情，所以我老婆就会觉得还好。对，我今天是来就是来逛一下，就是三创的光华商场，主要我是要来找那个记忆卡。对，看到电脑我就好想要，我有一个想要换电脑的 feel。我也好感动。我要买夹扇，对不对？嗯。就待会喽。这个应该是开最弱的吧？我看他可不可以开。哦，妈妈，这是最强的。风力不是很强哎。风力不是也不是。嗯。这个风力也不行。这个还 OK。这个没有。这个 OK 吗？妈妈，这个给我吗？给我用。因为夏天到了，我们家 Yuna 娃娃身上放一个假伞，不然她会昏倒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哇，这好小哦。1190哦。刚以为是190。我要去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个怎么开。我觉得他是帮你去下。哦，这好小哦。我小不点，别笑我的你。这风力很弱。我们那么可爱。我们可爱不是重点，重点要强风，强风才是重点。
我就像那个鱼啊。我告诉你，这边的，我觉得那个，哦，这个590还 OK。可是那个人，但是有一些这种手持电风扇的，他们是那种吃电很强的这样子，对。怕买到那种吃电吃太强的话也不方便。这是滑鼠的那个套手的。这水壶弄得好有质感。像我老婆不会回应的，就代表她没有兴趣。她会回你话的话呢，就代表说她有兴趣这样子。哦，这个好可爱哦。这是上面是那个上面尖，下面烤。走，哎，出不去了。肉，哪有肉给你看？夏天来这种地方逛最舒服，又可以吹冷气。好，他人不要这样。好，我想去看一下里面。我们现在逛到光华商场。嗯，我们家去上面。啊，对，没错。嗯，啊，原来啊，不用火，我在你后面。对，不要乱摸，对。你们两个小朋友都不要乱摸东西。而且你是要自己买？对，看一下。对，我来看一下比价，顺便去问那个谁啊，那个小 Q 她老公那边也有，就看一下价钱嘛。对。哎，我等一下还要去看，我要去问一下我那个这个的架子。好多东西。哦，这里很多假山。对哦。找不到开关，没关系啊，就下来看看。你很好笑，不用开关啊，它没插电啊。但是也要开关啊。它可能插上去就可以用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说其实都可以的，这个走面这个看到什么了？好，文记卡256的，多少钱 ？Micro SD 的。插手机的嘛，对不对 ？Micro SD。最多是到那个256。喂，妈妈在那边吗？因为酒驾加三星，然后第二话就三星，然后就，我只有1199，对。那512呢？有512嘛？没有512。它速度是速度2。
补血。补血吗？